的，除非听到我的地啊，万感谢你。在这点，随风我每一个人心痛痛，万在在前方，把地上的顶面，在咱埔的地区，造成最多的死事，造成最多的财产来损失。主啊，我知在这点，我们为着咱埔地区，会做我的百姓，我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主，我知还有最多人，因也在世人的中间，但是主，我来祈求你，会当保守着，我的世人的人，会当渣渣来互阮所传敲出着。主，我知也伫咧迄中间。有最多人，无论是伊护人员，也是伫救灾的遮个人的顶面，主愿知因的辛苦甲着我，主虽讲我伫遥远的即个所在，但是我仍有愿知台湾即块土地是主你所疼痛的。我欲因为伫安尼事件内底，搁较肯定出我的团结甲彼此的关怀心，也祈求主你安慰受灾的。家庭，特别是伫即个时间，我们为着阮台湾的政府，伫及时的网站的顶面求助你，会当予政府官员，伊伫参政的领地内底，会当搁较积极、搁较高效率来，伫即个救灾的顶面来做好的资源来分配。也祈求主，你会当予人民伫安尼痛痛内底的事，甲惊吓中间的事，主，阮拢会伫通得着主你顶面来的安慰。因为主，阮知你是阮的照伴，你是阮的关怀。主啊，父啊，求你怜悯这个地上所养死人的人。主，阮知，阮也愿你会当差派天使、天君，无论伊伫。当个，阮拢会伫通伫救灾内底敲锤救因，也愿你会当怜悯阮，因为阮知，但阮也会伫通有安尼的幸福，徛在伫主你的圣殿内的时，主，阮谦卑的心，阮也祈求主你，予阮每一个人会当搁较珍惜恩待，也会当将阮。所得到的听，来分享给众人，因为主我知，我每一个人拢是主你所赏赐的宝贝，也是主你所疼惜的儿女。我愿我每一个人伫你的圣殿内时，我会当效仿你所赏赐给我的主笔甲主爱。主，来祈求你会当继续甲我永远三个弟弟。我来祈祷，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祈，阿门。